好，画面借我哈。当我删除掉东西的时候，好，我选这三个标注，选完之后 Enter， 然后呢，我又画了一些图形，画了一些圆啊，画了一些线啊，画了一些弧啊等等之类的。画完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三个标注不应该删掉的。好，我们之前有教过，你可以退回嘛。可是当你每退回一次，好，心就痛一次嘛，因为你把你刚才画的东西全部都弄掉了，然后你虽然把标注救回来了，但是刚刚画的图都不见了，那就会变成你要选择把图留下来，然后刚刚删掉的东西重新标，还是退回去之后刚刚画的图再重新画。好，那我们有其他的选择啦。好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我把它删掉。好，我一口气把这四个都删掉。好，删掉以后 Enter， 然后呢，我再去画一些图，再去画个圆，好，再去画个线什么的。画完了之后，我才想到刚刚这三个，刚刚这四个标注不应该被删掉的。这时候我可以打一个 OOPS， 好 ，Ops， 好，然后 Enter 以后，它就可以帮你救回你最后一次所删除的东西。好，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救回最后一次所删除的东西，只有最后那一次哦。好，前两次就没有了。好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好。